天呢是我32岁生日，我也利用生日这一天呢，决定长年已久的心愿，把原本的大众名字给改成现在这个名字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新一区一家意大利餐厅做庆祝。那这家意大利餐厅大家可以看到，因为在101附近，所以呢显得非常高级。然后呢，这一家呢也有钢琴的伴奏。第一家的服务呢，目前给人感觉非常好，因为他们那个换餐盘的速度呢都非常快。我们跟那个有吃了他们这一家的招牌菜是龙虾细面，那家这个龙虾细面呢，可能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龙虾。据说他们这个龙虾是来自波士顿，空运来的，用火箭运来的。对啊，虽然呢，我们是吃不出来是不是真的是波士顿，不过非常好吃，是我非常肯定的。好，我们来环顾一下这个餐厅的四周吧。今天呢，因为我们还不熟悉这个环境，所以很遗憾的没有坐到靠窗的区域。不过我们的座位也是可以看到101的。是外面有一个露台，有点像那种纽约高级公寓的感觉。那附近呢都是高楼环绕，可以看到101。那为什么不要来这里呢？哇，照到上面再照下面就会黑黑的。哦，今天是老公我的外子的生日。外子。对，他今年呢32岁了，终于在32岁呢获得一个崭新的名字叫做叶幻宇。好，以后呢我就可以叫他幻宇，你像在演韩剧的感觉吧。好，那我们家的小宝贝呢今天去动物园累了，所以在餐厅里面睡觉，那我们赶快进去找他吧。